各位朋友大家好，主内各位弟兄平安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浩然信仰与人生频道。那么呢，我现在要给大家朗读啊，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创作的一集啊颂主诗歌。那么这个集颂主诗歌呢由九章九部分组成，哎，那么这九部分呢长短不一，它基本上涵盖了呢圣经一些主要内容，比如说神的创造、神的大爱、神的救赎，right？啊，这个主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神的复主的复活 ，OK， 方方面面的，同时也是我自己呢赞颂主啊，发自内心的感动。我相信不少的主内弟兄姊妹也有相似的感动，也有不少的诗歌了。那么呢，我是把我自己的感动啊，这个啊流露出来。那么这一集颂诗歌呢，我已经让不少的这个主内弟兄姊妹啊。还有我的牧长同工啊，大学的这个神学院的教授啊，看过他们呢，不少人呢，还有相当的感动啊 ，touch the heart， right？ 我呢，这个用啊，这个诗歌呢，原始创作的时候有这个中文啊、英文啊，原始的是中文，然后呢有翻译成啊英文和日文，所以呢，我朗读这个颂主诗歌的时候，首先用国语中文朗读的，后面呢还会有英文啊。如果你有朋友啊，他不懂这个中文，懂英文和日文也可以，好不好 ？OK， 我呢已经朗读了第一部分颂主诗歌的第一部分《上帝与主》，其他呢这个第二部分、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啊 ，OK， 就比较短 ，OK， 所以我把这个第二、第三、第四合起来给朗读啊。那么我首先看这个第二部分第二章颂赞主，让我们一起开始哈。主啊，我称颂你。主啊，你是宇宙的始创者、拥有者和主宰者。主啊，你是万物的创造者、引导者和食欲者。主啊，你是生命的给予者、塑造者和守护者。主啊，我赞美你。主啊，你是清新的空气，没有你我们会窒息。主啊，你是甘甜的饮水，没有你我们会干渴。主啊，你是生命的养分，没有你我们会枯竭。主啊，我们全心敬拜你。主啊，你是清澈的泉源，是活水的江河。主啊，你是我们的最爱，是我们的至宝。主啊，你是今在、昔在、永在的主。那么我们这里称的主就是主耶稣。刚才呢这个第二部分颂主诗歌的第二部分颂赞主就读完了。好，希望你喜欢。好，我们继续读呢给大家朗读第三部分第三章顺从主。OK， 第三章顺从主啊，我顺从你，你的思想深邃远大，你的智慧穿越宇宙，你的头脑洞察人心，你的大能无坚不摧，你的坚强完胜一切，我的软弱败你脚下。主啊，我甘愿顺从你。我甘愿顺从你。刚才呢，我把这个颂主诗歌呢第三部分就读完了，希望你喜欢，好吧？那么呢，我下面呢继续朗读颂主诗歌的第四部分，跟随主。主啊，我跟随你，你完美无缺，你远见卓识，你料事如神，你心超大海，仁爱无比，你高贵亲切，你力量无穷，跟随你必胜，跟随你无忧，我要跟随你。那么是颂主诗歌呢第四部分。好了，读完了，谢谢大家，希望你喜欢。那么刚才给大家朗读的是颂主诗歌的第二部分颂赞主，第三部分顺从主，和第四部分 OK 跟随主。希望你转发点赞，然后呢如果没有订阅本频道，
啊，你如果愿意，希望你啊，这个鼓励你啊，订阅啊，好不好？再见。